少豪情一冷，国事家事兴亡事，几腔热血难平。 生儿女多情，相濡以沫，相守今生。相守今生。 携手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。你告诉我，那批机器真的让华安提走了吗？会不会是误会呀？贴货单上面盖了公司的章，也有华安的签字。会不会是别人冒名的呢？奶奶，我们面粉厂的一位经销商范老板在香港见过他，看来他是有预谋的，他不会回来了。 我一手提拔了他，他是我们苏家的亲戚，我让他当了大发的副总，他怎么能够这样对待苏家？难道是我亏待了他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妈，奶奶，妈，你不要难过，你没有做错，是华安他太过分了。 华安他知道那批机器很值钱，现在又逢乱世，面对这么大的利益，一定是迷失心智，起了贪念。是啊，奶奶，您不要太伤心了。我能不伤心吗？我怎么会想到我们苏家还有这么一劫呀？妈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怪就怪我们苏家的晚辈太无能。妈。 什么晚辈无能啊！明明是华安他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如果俊杰有用的话，华安能得逞吗？妈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当初要不是我想太多，和俊杰吵那一架，那今天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妈，我已经承认是我不对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俊杰了。怎么会是你的不对？俊杰心里明明想的是雨涵，当他看到雨涵嫁了人以后，突然间答应要跟你结婚了。 他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你知道吗？妈，儿太太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做过什么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清楚，我们不清楚。你能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吗？不要再吵了，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当初我要交给俊杰的一笔钱，我也交给华安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妈。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聪明了一辈子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呢？你是，我傻，我老糊涂了。我不应该因为一点点事情就改变主意。我应该让俊杰走那一趟，我不应该相信华安，不应该相信那个白眼狼的。 我糊涂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，是我糊涂啊！我这个老糊涂，你冷静点，奶奶，冷静一下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要不要紧啊？奶奶，奶奶，我打电话到家里，薛妈跟我说了华安的事，这华安也太恶劣了，他这么干不就等于毁了苏家的命脉吗？都怪我，我不应该。 因为一点小事就改变了主意，才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呀！这不是您的错，要不是方俊杰偷偷跟雨涵联系，让雨桐她不放心，雨桐也……妈，俊杰，你真的跟雨涵还有联络吗？你知道雨涵在哪里吗？ 在上海的时候，面粉厂出了事，雨涵打电话给我，说这件事情和王小毛有关，然后就挂了，也没有说他人在哪儿。事情就这么巧吗？偏偏他找你，不找别人。好了，在这时候，你还要说这些吗？ 奶奶，您放心吧，我会设法调查，把机器追回来的。啊，我有一个客户正好在香港，人脉很广的，我会拜托他一起帮我追查华安的下落的。好，太好了，就麻烦你了。啊，奶奶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以萧苏两家几十年的交情，苏家的事，萧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我爸要是在这儿的话，他一定也会这么做的。奶奶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我还有事，我得先走了。 哦，你去忙吧，俊杰替我送送小姐。哎，小健这孩子，经过这些事情之后，还真变得成熟了。俊杰，雨涵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 在上海见了他最后一面以后，就没他消息了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而已。他已经结婚生子了，我还能有什么想法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奶奶已经说了，雨涵不肯留在苏家，没有人清楚她到底在哪里。小健，嗯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 大发面粉被下巴斗，是王小毛做的。太好了，抓他呀！把他交给警察，大发面粉的污名就可以洗清了。你不认识王小毛？我怎么会认识他？这个名字我听都没听过。是吗？你不信，我可以发誓啊！你的意思是，雨涵无中生有，是王小毛跟他说，是个叫肖总的人。我知道了。 肯定是因为5年前的那一枪，我拆散了你们的姻缘，他至今还耿耿于怀。不过也不要太过分了，我跟王小毛素不相识，他拿这种事情陷害我，置我于死地，这也太狠了吧？那你是说，雨涵在撒谎？那就是一定有人想让我背黑锅。当年那一枪闹得众人皆知，把这罪推到我的身上再合适不过。真正的幕后黑手才能全身而退，不是吗？你要不信，把王小毛找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，看他是怎么说的。 算了，但我没说。为了感情，我们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哎，伯父，我帮你。哎呦，臭小子是你呀！哎，怎么开窍了啊？知道讨好我了？我之前好几次看你都想帮忙，又怕伯父不愿意。哎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不愿意你帮我啊？因为我知道伯父伯母不喜欢我。嘿，那你现在不怕我赶你了啊？不怕。臭小子，有脑子，走。别看了，再看也看不见志伟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正在码头干活呢，没空过来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有话跟他说。有什么话说？这么着急？秘密。哼，你那点小心眼儿啊，我还猜不到吗？我保证你猜不到。志伟啊，你妹妹的事都安排妥了吧？嗯，安排妥了。哎，志伟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爸。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？志伟不是在干活呢吗？男人的事你别管。说啊，志伟哥，你交代给我的事情，我都已经办妥了。父女啊，一个样。怎么样？问也问不出个结果来。嗯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放心吧，志伟哥。去吧。哎呀，嗯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能让志伟把钱上交了。 哎呀，真是我的女儿啊！以后啊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们这些女人啊，就喜欢管别人的钱，小肚鸡肠的。哼！怎么办啊？哎，就剩这么点儿了，这个月才过一半，万一康康的病又发作……呜呜，姐姐好，乖。呜，雨涵姐，哟，燕儿来了，我给你送钱过来了。什么钱啊？学生们预缴的补习费啊，拿。 怎么会这么多呀？哎呦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比起一些有名的老师，你这已经算很便宜的了，简直就是做善事啊。可问题，我这一个月还没交完，怎么就领钱了？你初来乍到，你不明白，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你要入境随俗。规矩，是这样吗？那你想啊，学生们只有预交了补习费，才肯好好上学，要不然老师逃课，那补习的时候找谁去啊？ 说的也对啊，你就安心的收下吧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当心啊！ 谢谢啊，慢点啊！你好像不太高兴，后悔了？ 后悔？不是，估计我欠他的太多太多了。不，准确的说是，是我们二房。二房？我和雨涵不是一个妈生的。哎，可是你们看起来像亲的呀。从前可不是这样。 我爸有3个老婆，大老婆不能生，娶了我妈，生了我还有一个妹妹。哦，难怪我每次提到你家里，你都不开心。久了习惯了，我也不想问了。可是总觉得心里怪怪的。想听吗？哎呀，我不喝，你说吧。 这事要说起来，得从雨涵他妈进我们苏家大门说起。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少爷。 也不知道能不能单独见到奶奶，只好碰碰运气了。妈妈，我们来医院做什么？我们去看一个老奶奶呀。是不是梅大妈？不是，她的年纪呢，比梅大妈要大很多。你很小的时候啊，她特别喜欢你，每天把你抱在怀里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因为你那时候很小啊，就这么高，你当然不记得啦。我们待会儿进去就看到她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走。 老太太她人呢？啊，刚出院了，你们没遇上吗？啊，没遇上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她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年纪大了，身体虚，多留心保养就是了。谢谢你啊，打扰了。嗯，不客气。走。志伟，舅舅。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 奶奶，哦，我刚去了病房，奶奶出院了。哦哦。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？我要见我妈，你敢拦着我？可老夫人正在休息。你给我滚开！滚开！哎，滚开！二太太，妈，妈。 什么事啊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并不是要打扰您的休息，只是这件事情紧急，必须得马上处理。咱们这个家还有更糟的事情发生吗？我是要提醒您，财政大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节骨眼儿了，还想着争权呢？妈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要争什么。 我们家到了这种田地，已经是无路可退了。你想，华安是我们的亲戚，他都可以背叛我们，更何况俊杰呢？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了我们苏家的女婿，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？这万一有一天他真的卷款逃跑了，那我们苏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啦。哼，那你的想法呢？我觉得。 您一定要把财政大权收回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三思而后行，然后再决定把大权交到谁的手里。雪妈，老夫人，请姑爷跟小姐到大厅，我有事要宣布。是老夫人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这个老太婆也不得不出来说两句。俊杰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奶奶，说实话，我还没有什么头绪，短时间也不可能重建面粉厂，所以我想找几个商界的朋友，先做一些成本低、回收快的生意。 尽快补上华安造成的亏空。嗯，佳丽啊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有些朋友，我可以去问问他们。雨桐呢？啊，你说话呀，愣着干什么？你好歹也是高中毕业，总得有点自己的见解吧。 我看俊杰的意思，由他决定好了。你没有自己的主张啊？啊！女人不就是嫁鸡随鸡听丈夫的吗？你，你们的意思我大概都明白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我们苏家的财产从现在起由俊杰管理。妈，已经闹出这么大的事了，你还让他管呀？我年纪大了，这么大个家实在是管不动了。你跟雨桐又管不了，不交给俊杰管，难道说？ 要坐吃山空吗？可万一再出事怎么办啊？我知道你的顾虑，可是你跟雨桐管不了，不相信俊杰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俊杰，你要好好的运用苏家的资产，知道吗？奶奶，您放心。 我不会辜负您的托付。嗯。金叔，哎，我们决定了，把所有的工人都辞退，就留下你跟薛妈。 那以后打扫啊这些活儿呢，我们就全部都自己做。还有，以后非必要的话，尽量不要出去叫车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哎，堂堂上海大发面粉厂苏家，竟然落魄到这种程度，连个工人都请不起。要是传出去，非被人笑死不可。亏得那个方俊杰想得出来。那也是没办法呀，妈。现在不能开源，就只能节流。 俊杰自己出门都尽量少坐车了，能省则省啊。省这么一点钱能发财吗？人家看你们这种穷酸样子，才不跟你们做生意呢。做大事情就得有大手笔，小鼻子小眼，反而让人家瞧不起。妈，你就不能放俊杰一马吗？女婿也是半个儿子，你好好跟他相处，将来他会孝顺你的。他孝顺我啊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 哎妈，你又要去打牌啊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现在奶奶身体不好，家里又出那么大的乱子，你就不能消停消停，在家待着？我留这儿干嘛？反正老人家也不愿意见到我，我跟他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，不是闷死也是气死。其实奶奶也不是讨厌你，她只是不喜欢咱们家里总是吵吵闹闹的，所以我才要出去让她耳根清净。再说了，我去打牌也是应酬。 说不定在牌桌上能够为苏家找到出路呢。行吧，你要去就去吧，到时候可别输了钱回家大呼小叫、乱骂一通就行。你这个乌鸦嘴！我还没有打牌呢，你就咒我输啊？没咒你，你也从来没赢过。你躲开！阿姨，你要去哪儿？肖剑啊，我这不在家里闷得慌，一个人出来转转。啊，要不我陪您喝杯咖啡去？不用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都是自己人嘛。走，来，谢谢。钱就好办。真的？那你说给阿姨听听。我朋友现在要组个同心公司，标榜提倡国货，流通物资，暗地里是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。只要拿钱出来做股东，每个月都能分上不少红利。 他们这不是有门路、有门道吗？包赚不赔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能出什么事啊？这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现在苏家状况远远不如从前了。如果没有100%的把握，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。这样吧，要是出了事的话，我赔双倍。 保证不让苏家吃一点亏。这话是你说的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阿姨我就放心了。那好，阿姨什么时候给我回音？我得跟朋友提前打个招呼。要不是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去，你去跟奶奶说啊。这不好吧？奶奶毕竟是上一代人，观念古板，跟不上时代了。 而且这种投机生意，他不一定会赞成的。如果我出面的话，他答应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。看奶奶这么为难，我不忍心啊。那我看这样，还是我跟他去说，毕竟是一家人，说话方便一些。那阿姨你就多费心了，别让奶奶生气啊。我知道，奶奶那边呢，我会尽快去跟她说。 可你朋友那边，你一定要跟他说说，要等着我们，让我们入股啊！当然了，那我们家翻身的事就靠你了。阿姨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行，我相信你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哼，那我不送你了。这么晚有事吗？跟您说个好消息，也许您不相信，我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又在做梦了？你听我跟您说嘛，妈。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说要办个公司，趁着战乱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。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妈。 这是赚钱的好机会，钱滚钱，比面粉厂赚的可要多得多了。赚的再多也不做。我们苏家有苏家的格调，不做投机生意。你看，你看，果然被萧剑说中了。这跟萧剑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实话告诉你吧。 这单生意呀、是萧剑介绍的，人家一番好意，我们不领情，以后见了人家，怎么好意思？哎，萧剑这孩子，萧氏地产做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跟着人家做投机生意？哎妈，有谁会嫌钱赚得多呀？再说了，人家萧氏公司都不怕，咱们家怕什么呀？啊？ 要是从前的苏家，我也不怕。经华安这么一搞，咱们苏家再也折腾不起了。妈，咱们家不会总那么倒霉的啊，不会的。出门在外，小心谨慎一点好。没事的，人家萧剑已经说了，如果出什么事的话，他给咱们赔双倍。你还真让他赔呀？ 您要真不放心的话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呢先投入少量的资金，如果真的赚了，我们再多投一点，这样的话不就万无一失了吗？啊？我们苏家不做投机生意，人人都这么做，为什么我们家就不能呢？您就别固执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钱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钱也能是假的，良心才是真的。良心有什么用呢，妈？如果良心真的有用的话，我们家也不会到这种田地。妈，眼下是挣钱最要紧了，你明白吗？ 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出去。我去找方俊杰说去。不许去！这个家好不容易清静一点，我不许你再生事。妈，有钱不赚，一家老小等着饿死啊！你。 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。哎，强子，跟我回去。哎，这位大婶，我们上课呢。啊，我是强子妈，家里活忙，等着强子干活呢。哎呀，你的孩子学费也交了，不上课就太可惜了。学费啊，燕儿说不要钱，我才让强子来的。什么不要钱呢？ 燕儿是这么说的呀。哎，什么不要钱呢？强子妈，我不是让你在店里等我的吗？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燕儿不是说不要钱吗？你说的呀。请老师当然要学费啊，但不是给你拿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只要不要钱就行。那我带着强子回去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走。怎么回事啊？ 你之前给我的补习费哪儿来的？雨涵姐，你就别问了吧，收了就收了啊！你要不说的话，我把钱还给你。哎，是志伟。辛苦你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吧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志伟，你怎么来了？康康呢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得干活了。哎，干什么活呀？ 什么补习费呀，全都是骗人的！我今天才知道，全都是你的血汗钱呢。没有的事儿，你别把我想的那么伟大。我不能拿你的钱。哎，这可真不关我的事，钱是燕儿给的，你去问她。燕儿正在家里陪康康呢，她把一切全都告诉我。嗨，这丫头。志伟，你说你这样的话。 我怎么吃得下饭？我能睡得着觉吗？啊！来，你千万别想太多，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。你怎么是应该的？你又不欠我们的。我欠。打小我就欺负你，长大了我还挤兑你，我妈还为难你。素素的死，才让我明白我的错。我真的对不起。你说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弥补你。 机会吧。好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这样也能省点开销。那些孩子呢，挺有上进心的，我先教到月底，以后有空啊，我再免费教他们。那你平时做什么？找份工作呀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一份工作的。你呀，我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走了。 奶奶同意了吗？奶奶根本就不反对，可现在呢，钱都在方俊杰那儿，我也没辙呀。我忘了提醒阿姨了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，钱一定要到位，不然资格就被取消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几天？我想想办法啊。不能再等了，有很多人拿着钱排队等着入股。我朋友是看我的面子，所以才保留到今天的。这样吧，2天。 就2天行吗？2天，1天也不行，您得体谅我的难处啊。不如这样吧，等下回有机会我再找您入股。不，已经讲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？要不这样，我今天我一定把钱准备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，那我再让我那位朋友延个半天。 那你可答应我了，千万别让我失信于人啊！那好，我们一会儿见，好吗？好，阿姨再见。这一时半会儿。 让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？攒了大半辈子，也就这么点东西。 多少钱？这个数。那么少，吃人啊你啊！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可以拿回去。我们店里啊，不缺这种货色。这种货色怎么了？你看这个翡翠啊，多绿啊！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，鸡血镯子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这货色怎么了？这货色？哎呀，时局不稳呐，后边的人还多着呢。你要是满意的话，就把钱收下；不愿意呢，就到别家看看，别在这儿啊妨碍我们做生意。 行吧，行，真是吃人不吐骨头。钱都在这儿了，你数数吧。哎呀，不用数了，我还信不过阿姨吗？这些钱来得不易，你可得帮阿姨好好运作。你就放心吧。 要不了多久啊，我保证这个钱给你翻2番，奶奶到时候啊，肯定笑得合不拢嘴。千万不能跟奶奶说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些都是私房钱，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说出去的。怎么了？奶奶她不答应入股啊？家里的钱都让方俊杰管着，要让这小子想通了，还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呢。阿姨啊，真是委屈你了。 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家里这一老一小，可把我给整死了。你也别生闷气了，阿姨啊，你放心，等赚了钱以后，我保证苏家没人再敢为难你。看你这小嘴甜的，都能挤出蜜来。我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，没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女婿？ 老板，哎呦，二太太也在啊！二太太好。你们有事要谈是吗？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让司机送下阿姨。好的，车子就在外面。二太太这边请。哎，肖剑啊，这事啊，一定得给我办妥。能不能翻身就靠你了。阿姨呀，你就放心吧啊。那我走了。小姐，请进。哎，好，请坐。苏小姐，你在面粉厂做过事？对。面粉厂不同于棉纱厂，有面粉厂的经验，不代表就能胜任纱厂的工作。我觉得，不管做任何一个产业，质量的控管是必不可少的。 在面粉厂或是在棉纱厂，这都并不重要。哦，说下去，我们将心比心，每一个人都希望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尤其面粉是吃的，棉纱呢是穿的，这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，所以这个是良心事业，品管更要严格谨慎。所以呢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做好品管这个工作？嗯，没有其他，只有良心二字吧。 宁缺毋滥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嗯，你是从基层做起的啊，所以我了解每一个生产环节，出了任何状况都可以及时的找出问题的根本，这样呢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，把各个方面的损失减少到最低。嗯，好，回家等消息吧。 我想跟您说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希望能得到好消息。那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如果录取的话，明天吧，后天，因为明天我得先把家里安顿一下。那就后天吧。我被录取了，本来还要等上面的批示，但是我很欣赏你，所以决定先斩后奏，保荐你。 谢谢你啊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好好做，加油。嗯。 满怀暖不了琵琶，有人相逢，穿透了命运的尘埃；有人相爱，庭院深深深入无海。 长满青苔，有缘相守，才明白情深。有人相逢，穿透了命运的尘埃。 相爱，庭院深深深入无海。有人相思，人情线长满青苔。有缘相守，才明白情。 才明白。